在这个星球上，没有比水更能让我们的世界壮丽，充满生机。从乡村到城市，从源头到龙头，从水环境到全生态，碧水源以创新为灵魂，架起环保领域全产业链，立志成为改善中国水环境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中坚力量。由归国学者创办的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以技术创新投身于解决我国水脏、水少、饮水不安全的事业中。历经多年磨砺，公司自主创新研发出微滤膜、超滤膜、超低压选择性钠滤膜、反渗透膜四大核心膜技术，其品质、种类、产能及市场占有率居全球前列，是世界一流的膜技术企业之一。针对水脏问题，碧水源运用膜生物反应器 MBR 技术，将污水转化为地表四类以上高品质再生水，实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，成为解决我国水脏问题的支撑技术。碧水源在国内率先建设地下室再生水厂，可解决城市用地紧张问题。碧水源推出的集成设备智能一体化污水净化系统 CWT 成功解决村镇污水治理难题，实现碧水乡村格局。针对水少问题，碧水源研发出梦幻般的双膜 NBR 加 DF 新水源工艺，将城市污水处理到地表二类以上优质水源，实现就地造水。通过掌握高性能反渗透技术，碧水源研制出军民海水淡化系列技术装备，为我国海水淡化利用国产化、规模化提供有力保障。针对饮水不安全问题，碧水源运用超滤膜和超低压选择性钠滤膜，提高饮用水品质，极大地保障了城市自来水厂供水安全。公司以独有的超低压选择性钠滤膜技术，推出安全、健康、经济、方便、时尚的商用、家用净水机，以及惠民水站等民用净水设备。作为净水机的心脏，碧水源的滤芯实现选择性过滤，有效去除水中细菌、余氯、重金属等有害物质，同时保留人体所需的钾、钠、钙、镁等矿物质，节水节电，适合家庭长期使用，为百姓的饮水安全把好最后一道龙头关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近年来，碧水源专注解决中国水问题的同时，积极完善环保全产业链布局，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整体解决方案。业务涉及湿地修复与重建、海绵城市建设、河流综合治理、黑臭水体治理、固废危废处理、市政景观建设、城市光环境建设、环境与安全、大数据、物联网综合服务、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等环保领域全产业链。凭借极具国际视野的研发团队，碧水源已取得专利技术500余项，并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、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诸多荣誉。公司的核心技术还成功应用于月宫一号的水循环系统，进入国家航天战略领域。面向未来，碧水源已经投入到超前的污水处理未来厂研发之中，即将开启城市污水可持续利用的崭新时代。自2010年上市以来，碧水源通过不断创新商业模式，实现了年均50%以上的复合增长率，成为中国环保行业、水务行业标杆企业，先后获得多家银行综合授信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，
已是北京市首家民营银行中关村银行的发起人和创立者，凭借公司的实力赢得了资本市场的持续青睐，为公司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。近年来，碧水源在民用净水市场迅速崛起，融入加互联网概念，打造净水产品和服务的新零售模式，开辟出净水市场的蓝海。碧水源参与了太湖流域、滇池流域、巢湖流域、南水北调水源地、海河流域、松花江流域等多个水环境敏感地区的治理，建成数千项模仿水处理工程，数百个国家水环境重点治理工程，数十座地下室再生水厂，多个国家湿地公园和标志性光环境工程。公司大型 MB2 工程位居全球榜首，占中国模仿水处理市场份额的70%以上，每天处理水量总规模超2000万吨，每年可为国家新增高品质再生水超70亿吨。作为首批进驻雄安新区的中关村企业，碧水源以饱满的热情、尖端的技术、优质的服务，加入到建设雄安新区的伟业中。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提速，作为积极的参与者，碧水源发力布局国际市场，在全球视野中彰显中国企业的巨大创新力量。碧水源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为环保部环境保护科技奖提供资金赞助，发起了饮水思源公益活动，同时为自然灾害地区捐款和提供净水设备。党的十九大指出，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，奠定了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格局。碧水源将一如既往秉承承担社会责任、建设生态文明的企业宗旨，以技术创新、商业模式创新、管理模式创新，不断完善产业链，为国家水环境保护、水资源保障、饮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建设续写新时代的篇章。